情怎么能慢，好渴望你的拥抱，习惯这样。介绍完了没有了，因为他这个都是还没整理过的，还没开放，完全没有对外开放。今天的这场戏其实我算是第一次整理这个盐田，然后是刚开始，对，然后我知道他有分了很多那种大结晶池、小结晶、中点结晶池、小结晶池。赶快啦，要录了。我本身很喜欢吃梅子，所以这个我怎么弄不脏，谁害的？等我可以用了。我刚说为什么男主角可以这么干净，然后女主角这么脏？因为男衣不会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要等男衣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装在一类型一定要看，好像比谁准你们打男一的？我做男朋友戏，我死啊！其实真的是土很软，所以我觉得我就很放心的倒下来了，觉得哎，还蛮软的，觉得好像，反正要叠几次，觉得很像躺在饭店的床一样，我会不会太乐观一点？哦，你看还有戏，没关系，有点收风。你要去洗澡了，对啊，还行。可是你还有戏，洗完赶快回来哦。哎，洗完等我。赶快回来。我的裙子吗？这就是跟老公太激烈，跟老公太激烈。没有，我们这一场就是其实很重要，然后很多动作的戏份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购物台那些女职员要来。扯我的裙摆这样啊，一扯，不好意思，我直接短裙亮相这样。那要介绍一下谁？好，阿如，其实我也不需要介绍他是谁，因为他不重要。喂，阿如，什么什么我不重要？我今天是新娘哎。好，有没有就是我真的觉得伴娘不要乱找，找得比新娘正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看，怎么这样子给我露？我是主角。那个姐妹要结婚感觉。我今天看到你，不用芭比娃娃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跟我新郎是，好，他的新郎真的是一个灵验，他可能哭不出来。好，我先回头看一次。对，所以，打个今夏最流行的时尚穿搭，把外套包包绑在里面。但这场戏就是要帅，就是把众人所有的记者拨开来，然后一把把他抓住，抢救小李大作战。Mm-hmm.
秀。他是股四度受伤。小马妹有。哎，你有小马妹啊？有啊，因为你看这边有。小马妹跟小欧。小马妹。要，这时候属西部就不要翻了，你翻了吗？我先不要看。对啊，你要翻吗？就这样。不太好意思喽。没有，属西部知道了，所以大家就看他的属西部，所以我会来三二一，大家看。你们不要乱讲了。这时候再稍微拉，哎呦，痛啊！我这里就没事嘛，我就看，你看，哦，对对，又开始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就是。对啊。正式的时候再给他换一个新的。谁先帮我摇一下？好，让我先嚼一下。好久没吹了，生果香糖。哎，很好啊。结束帮我预约美容。要去学习。那个张姐，不知道今天要拍什么戏吧？这你应该熟了，这个场景比较熟。还好。还好。阿健对你有未婚妻满意吗？你是指吹泡泡的部分吗？你看他今天穿成这样，红彤彤的。开口超高唱，真的是开的，就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，这样子哎、欸。两边分开，好奇怪，也还好啦，看两个。就是这里还要保持很那种，就是这里小一点。十一号出生的，是天蝎座。九二七。处女。处女。VIP 有被拿走。可以。耶。我的兴奋剂。11月11号，光棍节。你是宪兵啊？我不知道我是宪兵。九二七。闭眼睛。九二七处女座。天蝎，哇，绝配，绝配，自己讲绝配是吗？我们要结婚，好像比我大两岁，哇，你们的身份证字号一样，喂，没有啦，真的啊，你看，少第一码不一样，差第一码不一样，后面全不一样，好巧，我们是天生注定一对。真的天注定。感觉好像是跟那种市长在拍照的。我也要，我。啊，不然这样。这样我就有可能。1、2、3。啊！抱着他，抱着他，脸靠近一点。这应该是要他。坐着，我坐着。推过来，推过来。客气一点，客气一点。你头是，你是蛇是不是？太刻意，要用头发烧我。这张定格好自然。哎，对。